在逃去如飞的日子里，在千门万户的世界里的我，能做些什么呢？只有徘徊罢了，只有匆匆罢了。在8000多日的匆匆里，除徘徊外，又剩下什么呢？过去的日子如轻烟，被微风吹散了；如薄雾，被初阳蒸融了。我留着些什么痕迹呢？我何曾留着像游丝一样的痕迹呢？我赤裸裸来到这世界，转眼间又将赤裸裸的回去吧。但不能停的，为什么偏要白白走这一遭啊？你聪明的，告诉我，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？